佩戴是新北市要给新生儿的礼物哦。从去年开始，新北市就针对新生儿的父母亲，只要到户政事务所办理涉及和出生登记，就可以拿到一份育儿宝贝袋。育儿宝贝袋呢，是我们新北市政府呢送给我们新生儿第一份礼物。我们经过这个专家学者的给我们的指导，那我们是专属呢0到2岁的设计。那透过里面的小玩具还有小书本，那家长呢可以呢用这样的一个工具呢来看一下孩子们发展的情况。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检视呢，也可以发现呢，如果需要早期疗愈、发展迟缓的婴幼儿呢，可以及早发现、及早治疗。在宝贝袋里面，除了使用手册之外，还有蔬果切切、洗澡梳、安全积木等等等。经过专家设计的幼儿玩具，不但可以训练孩子的肌耐力，也可以让家长观察孩子们的成长指标。不同的年龄层呢，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发展啊，它都有在这里面。譬如说像这个球呢。我们就可以训练孩子的小肌肉跟大肌肉的发展，不仅可以强化亲子的互动，更可以了解他在这个阶段里面是不是属于正常的。只要是新生儿的家长带着新生儿出生证明书，啊，还有户口名簿、家长身份证，到各户政事务新北市的各户政事务申报出生登记以后，就会收到一份这样的育儿宝贝袋。新北市也制作了分别以爸爸和妈妈的两个主题影片，不只让新手爸妈都可以更关心孩子们的成长发展，也能享受与孩子们互动的美好时光。记者在新北市采访报道。